詹凯老师，我们每周一晚上8点的说股论金线上互动直播，到底有什么好康的啊？为什么每个学员都这么准时收看，又每集都锁定呢？除了这个两位讲师都非常的帅气之外啊，我们受欢迎的这个说股论金互动式的直播有几个重要的这个部分。第一个会做盘势解析哦，帮大家讲清楚这个现在国际局势啊，盘势发展到了什么样的程度。那第二个会讨论热门话题哦，也就是现在发生的这些重大事件跟接下来大家的投资到底有什么关系。那第三个就是最受好评的部分，叫做这个现场 QA 互动哦，回答大家的问题。不管你是有这个投资的问题或是个股的问题，通通把它问在这个聊天室里面，我们在现场及时的回答大家的问题，帮大家这个解惑。OK， 好，那如果有任何股市相关你想要提高自己的胜率或是掌握国际的财经消息投资趋势的话，一定要订阅我们的官方频道，这样才不会错过我们的直播通知哦。OK， 那我们每周一晚上8点见，拜拜。